加工工艺我们挑卸完了以后，经过传递仓啊，经过抛纸，再经过烘干，通过粗粉碎，完了以后再经过超细粉碎，到1800亩以上啊，那米级啊是极细的，还有在把里面呢10秒钟就被吸收，包装都10万斤以上的无穷抽筋，通过 GMP 认证生产挑卸保管，最后的粉碎。